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D 财智 Talk。今天请嚟 Alan 嚟倾偈。Alan， Hello， 你好 ，Debbie， 好耐冇见啦。好耐冇见啦，揾你嚟真的很重要，因为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个迷思啊。系。哇，啲拆息系咁升，即系港息很高啦。然后咧，即系之前啲银行咧突如其来就不对称加息啦。